一句颁奖，我们找一个人来当我们今天的 announce。找谁都可以吗？对啊，确定。你就看一下那个现场有哪一位歌手，你想要请他来帮我们，就是完成下一个奖项的那个唱名。哇，我一看就看到他的光芒。哦，有光芒，我看都看到了。我不是，我看到他头发的光芒。他头发整个盖住他的脸。对。所以你要找？我要找李亚。哦，卢广仲。广仲，还麻烦给他一个麦克风，还有我们接下来的那个。接奖的信封有吗？来，广仲要请你，你站起来好了啦。好，来，卢广仲帮我们揭晓下一个颁奖的奖项是，来低音鼓，我帮你演奏低音鼓。十大专辑系十大单曲。会嘻哈的，来，李全泽来。来一个 B box， 来 B box 来，给他一个节奏。李全泽不会 B box， 不会是，那还有谁？董事长。吕世轩呐，吕世轩不会。哦 ，L U。老王，谁会 B box？ 现场没有音乐人会 B box， 我自己啊。有。来，也给他一个麦克风好了。那个不是啦，谢宇威怎么会呢？他会唱山歌了。他是顿醉的，来他自己做音效，来卢广仲。我自己吗？对。年度十大单曲。K Gang。拍摄少年演唱作词作曲。好，我们恭喜拍摄少年，恭喜。今天有一些人没办法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也麻烦你们代为讲一下感想。首先谢谢协会还有各位评审对《K Gang》这首歌的肯定。那这是我们乐团生涯第一次得奖，然后其实《K Gang》这首歌讲的是，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比较叛逆而起，身体不好或者是脾气不好，就是有时候家长一些道教信仰会把小朋友变成是拿去庙里面。让他变成是妈祖或是其他神明的 K 庙。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，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 K 庙的话，我们的神明比较会是音乐前辈们，比如说今天的声响，今天在场的大美，或者是今天不在的，比如说德主 K 啊，或者是很多影响我们很大的乐团。那谢谢这些前辈，就是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哦，所以今天现场很多干爹哦，很多干爹都来了，好。那我先谢谢协会的肯定。那我们是独立乐团，那能够让是协会能够肯定我们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那其实除我们，还有很多独立音乐人来做很棒的音乐，希望这些很棒的音乐能够被更多人听到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拍谢少年，恭喜你们，恭喜。